好，那么我也知道哈，这一张专辑里面呢，有一首呢是自创的歌曲，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首歌吗？好的，这首歌是在我收录在专辑里面最后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怀念邓姑娘》。其实顾名思义，当我们看到这个《怀念邓姑娘》的时候，就会了解到，因为其实呢，这个制作呢，这个专辑我们也是就是一个延伸嘛，就是这个何日君再来这个音。演唱会的延伸，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要尊重，我跟我的这个创办人还有制作人，为了要尊重我们邓丽君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位歌手，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她。所以可能等一下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可以稍微猜算一算里边有多少个这个歌名，歌曲，对，我们是用歌名的配合串插，跟它串插，跟它做成一个故事性，所以可能大家可以算算到底我们用了多少首歌名。那么我就期待好，待会儿一起来听一听。对对对，各位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喜欢听我唱歌，觉得我唱得还不错的话，也请你们多多的支持我，支持我的专辑，谢谢你们。怀念邓姑娘送给每一位。非常非常多首的动听歌曲，觉得他的歌曲好听的话，当然是要支持一下哈，好不好听？好听的话，掌声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听的话，可以购买我们美玲的这个唱片，到我们舞台的右手边就可以购得到哈。
在我们签名的之前呢，我们当然是要谢谢我们的达豆哈，能够抽空来到这里。在我们恭送达豆之前呢，有请达豆再次到台上来跟我们的美玲再来一个合照，好不好？那宝庆你也在这里吧，不走。怎能忘记这段情，我的爱再见，不知那日再相见。好，再次谢谢我们的达豆。那么我们现场的观众，你们看到我们美玲今天晚上非常漂亮这个妆容以及这个头发呢，要谢谢我们的 Razor， 谢谢我们的梅先生的这个赞助，有请我们 Razor 的这个老板到台上来一起来喝张照哈。发型以及化妆的赞助来自 Razor， 也谢谢我们的美玲，也请我们的美玲到后台休息，待会呢会进行我们这个签名的环节，再次掌声来送给我们的美玲，好不好？